是之前吃过的美食都是假的。对，哎，不是，我后面不是我说。来，我们赶紧抽一个，看看谁将来到意大利的地中海海边品尝一下这个美食呢？一张啊，没有抽多啊。好，奖金好忙碌。来，看看奖金的。有200只。小金，你刚刚吃了芥末之后，整个人为什么有一点有点嗨？有点嗨。有点，我觉得我今天在表演。我吃辣椒酱，我是一样的。恭喜王子毅同学！来，我们请意大利主厨 Mr. 尤小金为你送上这道菜。子毅对这个很期待吧？对不对？对，肉酱加里面有很多肉，很多整的应该做挺好吃的，火腿在里面，因为他会做。我感觉我刚话放太难，我觉得不好吃的。掌金，你吃了之后，你要自己来评价它到底好不好吃。来吧，好，下面到掌金的美食鉴赏，看看子毅会不会喜欢这个。一点，可以咬一大口。不用先看一下内馅吗？不用，跟你说，这内馅不用看。哇哦！四字评价一下，好饿，好吃也是三个字，好吃好吃，好吃好吃好吃到词穷就对了。好，看来这个长进的这个意大利三明治很成功啊，对，真的好吃到说不出话，对，只能是好吃好吃。好了，下面到我们子毅的，子毅是盐巴味的三明治，我这个应该还蛮好吃，好吃吗这个？它这个真的还挺好吃。那你做的这个呢？我做这个我没吃过。好，来我们看看谁会吃子毅做的这个。子毅来抽签。隔壁同学都在交流些什么？介绍我的吗？介绍。好。然后其实我特别喜欢吃三明治，因为我爸爸每天早晨都会给我做三明治。我以前就是吃三明治长大的时候，对，不喜欢吃。然后，但是我会做。对，有时间我会跟我爸学一下。好。带着自己童年的记忆做了一个啊，对，好，看看谁来品尝子毅的这个呢？哟吼！每个人要吃之前都要来吃，吃，来，好，用进这个应该 OK 的。哇，这个有点子，好吃。我跟你讲，我刚看到子毅这个，我就觉得，看到没有，他中间有个柠檬籽。哎，酱，吃的啊，里面有颗柠檬籽。酱，他吃的时候，我们几个人在后面伴舞，让你不要幻境的那种感觉。啊，好，好，还有伴舞啊，来这边请欣赏，牛妈妈，美食家林彦俊，闭眼，享受，回味。有在沙漠上奔跑的感觉吗？评价一下子毅的这个，我跟你讲，盐味的这个哦，就这一道美食来讲，已经是我这半个月吃过最好吃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这个半个月过的是多苦？没有，真的，你要看它其貌不扬。其貌不扬，but 它所有的一切都精心调配了。啊，真的有。你看哦，火腿上面还有垫那个西红柿。西红柿加火腿。它知道西红柿的口感，放在吐司的旁边是最好的。啊。一口咬下去，还有点柠檬和盐的味道。对，然后柠檬籽会放在中间，为什么？嗯，天哪！并且我觉得你真的很能够掰，什么美食到你嘴里都很好吃的感觉。彦俊，可以考虑一下开那个美食节目，好，都很有诚意。好的。下面看看彦俊的自己的作品，将交给谁来品尝呢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厉害。还有谁没有吃到的？坤坤没吃吧？农农没吃，对不对？没吃 ，Justin 没有吃，小鬼没吃哈。好，英俊还在消化子毅的作品。好，嚼完了。对，还有四。我这个料理哦，它有最后一道没有？我现在来示范一下。什么？哦，我来这个。好，慢动作，慢动作。耶耶耶耶！快点，快点。谁说好烂？这位意大利厨师。这位厨师是。有看过吗？有看过没？有研究好不好？洗手没有洗手。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英俊，还有那种英俊，还有那种放在
手上，然后这样把它打下去。还有，对对对，做作极了。哎，你有点阿曲，傲汉阿曲，很高级。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位美食家，这么用用心的一个料理啊。我的主题是柠檬，柠檬，对，然后等一下，我想请那个西人帮我品味一下柠檬的，好，柠檬的味道，对对对，来，一定抽一个，我以为是念歌的人，好，来看看，各位观众，2018最佳美食获得者，陈立农，来了哥哥，来，我们请龙龙来品尝一下这个。对，戴上这副眼镜就知道是美食了。对，哇，很像美食家的感觉。那我可以来问一下，因为我们是厨师，做每一道料理会有他精心制作的地方，所以我想问一下厨师，这一盘应该从何开口？从哪里开始吃起？好，我们厨师简短一点，我们抓紧时间。导演说时间不够了。他这个奶胶，一般下来一气呵成，直接咬。我直接咬啊！好，哎，厨师不是应该要就是整个让客人吃的时候？哦，已经要。对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我就要搞出来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请龙龙来品尝。接下来，接下来，深深的咬下去，没关系。耶！美食家，评价一下，四字评价。后面嚼一下，嚼慢一点。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深深，你觉得呢？鹤立鸡群。鹤立鸡群，来，龙龙评价一下。其实不错。加柠檬，加它西红柿的搭配。是。因为这是美食节，美食节的美食。是。就它柠檬跟西红柿的搭配是很 bad 的。啊。合体的。柠檬跟西红柿的搭配。对。哎，我们团建搭配，没错。谢谢，谢谢龙龙的评价，这就到龙龙了。龙龙制作的这个是。龙先抽一个，龙龙这个很特别啊，我想吃。镜头 take 一下，我希望他吃进去的时候可以同时，然后我希望他可以同时感受到巧克力以及草莓的巧克力三明治，但是它非常的精致哈。来，是谁将有幸品尝到？大美食家龙龙的作品呢？好了，面对这么强的对手，你看这个用餐的礼仪已经来了，高级的品评家蔡徐坤，非常的有绅士的感觉，要很认真的去品尝这个。等一下，老板，老板，等一下，要加戏哈，要加戏，怎么了？好，要检验一下，验毒。OK， 好，我们请坤坤来品尝一下。浓浓的精致料理啊，感觉真的很好吃哎！哇，就是耶，美好的感觉，鼓掌，四字评价一下，完美，真的很好吃哦，完美，是点赞的，是不是？浓浓这个可以开发一下这道菜，批量生产，批量生产出去卖。只有坤坤愿意买，坤坤应该会推荐给大家。好了，这是坤坤品尝浓浓的，下面到坤坤了。来，坤坤出席一位，品尝坤坤制作的醋味的三明治，是什么？这是我。耶，小伟，你是什么？醋，醋，很好喝。其实这一道比上一道，我觉得做得更加有创意。它是一个花园。花园城堡，花园做的出，自己都笑了。花园城堡，这是花园，很浪漫。这个是花园，我们看一下。来给镜头看一下。哇，三十岁。有花，好想住进去，有缘。来，我们请，这个是醋汁。对，这个 window， 啊，就是窗户是 window。所以我要吃的话，那请问坤坤这个豆是什么？这个吗？是 cheese， 这个豆是 cheese。好了，小美，请把这个 window 吃掉。我要吃，必须吃个 window。你要吃 window， 因为这个料理的主题是醋嘛。来，坤坤为你摘下一片 window。来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来。哎。一点点吃。什么感觉？如果你是这个
小鬼，小鬼你干嘛？小鬼你干嘛吃醋？小鬼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有点酸酸甜甜的感觉，酸酸甜甜的，有点，它有一种冰冻的感觉，对，另外的味道，打开一扇窗的感觉，恋爱的味道很高，对，我会懂，打开窗户的感觉。喜欢吃城堡的感觉有吗？喜欢这个吗？有了，有了。喜欢吗？这个这道菜喜欢吗？喜欢的都给你来。哎，不不不，小心小心 ，sorry sorry， 来，好，这道菜陈组长现在下雨，下雨，下雨。好，下面哎，巧了，我们绕了一圈，最后 Justin 将抽取自己的这个项，因为 Justin 正好也是不用吃的，那就给杨洋过去。那这样吧， Justin 来吃这个吧。来， Justin， 没有人吧？刚才我们小鬼。那么你看一下我，这样，你想先吃？我说一下这个吧。啊，好，这是非常的有特色的，因为它首先，因为这是一个，它是配着烤肉吃的时候烤肉的烤肉酱，它和肉是一个绝配，和肉是绝配。但肉呢，它又跟这里面的这个 cheese， 它是一个更加的绝配。哇，它是绝配中的绝配，非常好吃。而且我特别喜欢吃我家的三指肠的肉。绝配的绝配，它可能会很腻，是，所以它又有个更加的绝配，是，旁边的这个沙拉，对，沙拉，所以在腻的时候可以吃一口沙拉，吃一口我的这个。你要给谁吃？有没有人愿意尝试一下这个绝配中的绝配？杨哥饿了，杨哥，我吃吧，来，哇，杨哥饿了，因为你们有权利不吃嘛。好，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同步收拾一下我们的道具啊，因为时间有点赶啊。好，掌声。谢谢我们 Justin， 再次的掌声送给我们的 9%， 每位都是厨神啊！哎，真的很好吃，你们捧我场呀！哎，那个班费老师把那天有一个人下去继续吃完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这趴真的展现了每位成员在做厨师料理这块的才艺啊！我是从来没有见过，希望接下来的每一站都能跟大家分享更多 9% 大家所不知道的一面。那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，但是继续开心不要停，马上有请济南的 Nice 们一起来欣赏我们 9% 的 Fireworking。